巴黎欧冠大名单，三叉戟领衔，布冯停赛仍入选巴黎圣日耳曼，官方公开了欧冠首轮大名单，前场三叉戟领衔，布冯虽禁赛仍然随队前往。本赛季欧冠 C 组首轮比赛，巴黎将在客场对阵利物浦。巴黎阵中，布冯和维拉蒂都因为上赛季欧冠红牌而停赛，无法出战对利物浦的比赛。不过布冯还是入选了大名单，阿尔维斯和库尔扎瓦因伤无缘，新援贝尔纳特和舒波莫廷悉数入选。巴黎21人大名单如下，门将阿雷奥拉、布冯、西布瓦、加利西涅伊诺桑后卫、贝尔纳特、科雷尔、金彭贝、马尔基尼奥斯、莫米涅、恩索基、迪亚哥席尔瓦中场、迪玛利亚、德拉克斯威、迪亚拉、恩昆库、拉比奥特前锋、卡瓦尼、舒波莫廷、M 迪亚比、姆巴佩、内马尔。